B 不锈钢不能装中药，就是那个大吼会破坏啊，会有金属渗出，对，溶出，然后316的就不会啦。316啊，你一般你靠一定去买的316，伊也无讲伊是316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装拿铁什么都可以装，为什么不拆 A 啦？ 什么不一定要保温瓶啊，打嘛当装拿铁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感觉这个足简单的答案，你无应该提到这，侮辱咱的智慧嘛。请揭晓。恭喜你。